我们是一起合作。这下面有个小沟沟的不，我都怕你们掉下去。我是哪一个小碗来？是哪一个小碗来装？还有熟的吗？有，但好远呢。今天我看见哪里有垃圾桶？我感觉这是下，这个很平的，然后碗就变成这样了。弯了。哦。叫你爸爸调一下。最后那个也是。你完全好要不要？黑色的，黑色的才可以。就像那种全部都是黑色的，那个都没全黑的，你们就摘了。嗯，摘。比较酸酸的，那拿去洗过，路边的水桶。你不要去，等下掉你下去。哎呀呀呀！你不要抱我，让我摔跤。熟不熟？还有吗？还有好多。还有一些蛋蛋下面的里足够大，没啦，等明天啦。那边的招过了吗？去那边看看，看看那颗的熟了吗？哎呀，要准备得春耕了。那只是熟了一半，还有一半还不够熟。他不在你摘的时候，我也不在你摘。前面那里呢？前面还有一颗。嗯，看看这个不够熟，这个这都是熟一半没熟一半，这还硬硬的呢。我前面还有一口，你都骑不溜呢，你看人家小玉哥都骑到那边去了。有车车了，漂亮，春天的气息。妈妈，你吃吗？给你吃过，好甜的，好甜的，妈妈。嗯。要尝吗？这这么好甜。吃酸的。酸。你自己吃，我不吃。甜吗？草莓你都说酸，这个比草莓更加酸。加个相机在10块钱一张，九块钱，谢谢。漂亮莲花，我听说叫紫云英的。来，你们几个小孩拍一张照片。最高的站在左边，从高到矮，来个信号塔。去啊，去过那边去。阿辉，你站小玉哥旁边。谁跟我们这样子吧？回这里来，来这里走。妈妈，还没有了，快回去。在中间来，你在后面坐。你坐着也行呢，给一个坐在前面也行呢。你快点进。
曾祥辉，曾祥辉，然后晚上我不给你看电视了。哎，你打哪个了？鞋子。耶！耶！笔仙，笔仙怎么笔仙？哎，肚子露出来了，肚子露出来了。啊，嘿嘿，两个手笔仙。别再顾吃了，还在那吃那个。又开始不耐个了。不耐烦了，小孩子拍照都是不耐烦了，坚持不了几分钟。越大越不爱拍照了。给我呢。